你再帮我计数啊。快点，五减多少会等于三？减掉两个。诶，答对喽。好，第二题。多少加三等于三加三。答对哦。再来，自己算几个。二。加多少等于多少？自己讲，都自己讲。二加七，哪来的二加七？八，哪来的八？二加九，哪来的二加九？九，这边乱讲，等于多少？七，这边几个？七。一二那二加多少等于七？我是不是在看？你算啊。用脚算。再多五，再五个。答对，再下一题。三个三个数，三六，对，八。368，368，这八，算一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加什三，么加？哪里有加？减，少了，要减掉六个。答对，有进步哦，多打几下就进步了，是不是？